Oriental duck right there. Wow, it's a bird sanctuary. 这个是鸟的天堂。Wait a minute. 这个应该是什么来着？鸳鸯吧。刚才看的这种各种鸟，你看各种 duck 不一样的。这个是最常见的北美。这个刚才我们看了观察了一会儿，是最能捕鱼的，这个挺漂亮的。这一只是长得像京剧脸谱似的，你看。哎 ，all here， 没看见老虎，这是虎山。看这水里的鱼倒是挺多的，而且特这个，看这鱼多大呀！刀里是极喜欢吃饭，是不是饿了呀？这小鸟太聪明这小雕像多漂亮，应该有年头了吧。Look at that alligator. That's a huge one.
It's pretty. Pretty bird.现在在这个 area 叫 Congo。